如何清洗粪洗里面的血渍和油污，让我这台超声波清洗机帮你清洗。这是我们今天要清洗的物品，一套便携式牙科器械用具。看见手握的地方全部是污渍，如果用手洗的容易划破手，现在我们就用机器来试一试。先往机器里面注入一半的水，打开加热，把温度加热到40度左右，现在放入器械，看污渍立马就雾化了。现在我们放入一个带镜子的器械，放下去粪隙里面的污渍立马不见了。现在这些都是清洗完的，我们拿起来看看效果吧。